周元德职业生涯第一个入波啊，截至精英杯大胜晋锋4-0，升上 B 组榜首。一齐拎到本地最高级别篮球联赛锦标系咩感觉呢？等呢队将士子弟话你知啦。郑裕彤在学界排球精英赛决赛激战五局险胜协恩，成为女子组冠军啊！2023年嘅第一集《爱体育》，我哋嚟个大改革。嗱，呢一个综节目里边咧有唔同嘅重要元素噶噃。系啊，我哋将会同大家睇多啲本地体坛嘅新闻啊，实行一齐讲体育啦。更加会走入学界咧，同大家感受一下学生时代嘅热血高校。当然咧，会睇埋国际体坛，今次真系睇匀全世界啊！咁你第一集咧，你哋预备咗啲咩俾观众睇呢？嗱，我自己就真系拍咗好多嘢，不过头炮就交俾 Alex 啦。都系头炮嘅，因为我1月1日已经开炉啦，为大家送上两场好波先啦。真系好波嚟嘅咩？除了我開爐之外，李文和和富大埔球員一樣開爐，還帶了一場精彩的入球show給球迷。精英杯 A 組賽事，李文對著和富大埔開波2分鐘，中村有人就把握對手解圍失誤射入。李文之後是狂攻的，大埔頂得一次就頂不到，第二次李家豪9分鐘禁區踢跌落迪古斯，12碼就由他自己操刀射入，2-0，看落就很穩陣。2分鐘之後又是李文啊，納花靈也咧呢一球冇角度又冇力度的射門倒入啊！不過入波就是入波。上半場李文領先到3-0啦，我諗信心都翻嚟啦啩。不過咧，李文領先3球之後，似乎都是唔多夠口喎。換邊之後一樣是冇防禦手腳噶。62分鐘，艾華頓接應納花靈也的傳送啊，第一下射唔入咩，就嚟多一下啦。咁就射入佢喺精英杯賽事嘅第4球噶啦。雖然已經落後，到射球要追好困難啊，但大埔呢個時候咧，反而先至越踢越好，搶翻唔少攻勢噶。保連奴把握對手失誤，推到入禁區啊，收死門將鄧子朗輕鬆追翻一球先啦。就係因為呢一球啊，大埔班球員信心似乎翻曬嚟咯喎。嚟到尾段咧，又係保連奴啊！今次佢就喺禁區內俾顏樂峰侵犯啊！輪到大埔有12碼射啦。呢位巴西射手咧，輕輕鬆鬆就射入啦。雖然個人係梅開二度，但都已經太遲啦。最後李文係以4-2擊敗和富大埔，喺精英杯 A 組係緊守住喺第二位嘅。之後咧就同大家睇睇精英杯 B 組賽事。賽前排喺小組第二嘅傑志喺旺角大球場迎戰榜尾嘅晉鋒啊！傑志大變陣，收起丹恩、挪域、基爾頓等等嘅主力，由趙聰吳聯同鄭展龍等等後生仔迎戰啊！開波初段攻擊唔入，就俾到晉鋒反擊嘅機會。費利普薩自己左路快放，但射門角度太窄，就嘥咗個黃金機會啦。上半場嚟到尾段，傑志開個短角球，趙聰吳傳入禁區嘅周元德就篤入啊！攻入佢係職業生涯第一個入波，一班隊友都好開心咁樣同佢慶祝。傑志上半場亦都領先1-0，有一球入波喺手啊！傑志嘅後生仔下半場就更加夠膽攻啊！64分鐘，葉卓文接應隊友傳中，係對手傳中喎，咁就擺咗個老烏啊！傑志咁就領先2球啊！嚟到花定時間最後10分鐘啦，楊憲樂呢一球解圍影真肉酸啊，省中罰難度仲唔去追喎，咁咪失多球咯。艾力士啊幫傑志拉開到3-0噶啦。但今場嘅主角咧就一定係佢啊，講緊嘅就係周元德啦。上半場攻入職業生涯嘅第一球啦，下半場就再入多球靚波啊！哇，呢下轉身抽入真係夠曬型仔啊！果然入波咧就入開有條路，個人梅開二度，傑志亦都以4-0大勝晉鋒啊！Yeah, I couldn't have imagined it. I mean, just to score one. I mean, my dad always tells me, have you scored? When I tell him the results, and I'm happy that today I can tell him I scored two. I don't think he'll believe it, but yeah, it's a good feeling. I think we all have, the younger players, we have a pretty good relationship, so I think we have fun when we play. They have a good level, of course.
So I think at the beginning we were just maybe a little bit nervous, but then after that you could see everyone started playing better and showing how they really play, and it's good. I think we take these experiences and it's nice. 隨著電競咧喺香港越嚟越普及啊，當然要食住世界盃熱潮個勢啦。香港足總啦，同埋電競總會咧就合辦咗電競足球代表隊2023選拔賽噶，邱成赤更加有機會代表香港打世界盃添啊！ 今次香港电竞足球代表队2023选拔赛经过两日线上赛事决出8强之后，就会以线下赛决出2023港队嘅名单，当中有唔少耳熟能详嘅选手参赛噶。而香港足球总会同埋香港电竞总会合作无间，更加认为香港水平未来会与世界接轨， 咁其實而家我諗全球嘅趨勢咧，就係點樣將呢個體育電子化，按照 FIFA 國際足協嘅邀請咧，我哋香港咧會繼續咧參加呢個電競世界盃啦。宗旨一方面咧，就希望可以提供一個好好嘅平台俾佢哋。其實咧，大家睇到咧呢幾年咧，每一年我哋嘅成績越嚟越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啦。而家我哋香港足球電競隊喺 FIFA 世界排名係排名32嘅，所以呢個咧喺世界嚟講咧都係有個影響力喺度。 咁我哋希望下一步咧，可以繼續鼓勵我哋嘅運動員，同時間咧喺香港咧足球總會入邊可唔可以成立一個電競足球嘅聯賽，令到我哋可以一方面吸引更多嘅選手啦，第二方面咧更多嘅年青人咧通過呢個電競足球可以了解我哋香港本地足球嘅發展啦。 我哋其實都覺得呢幾年咧，隨住電競足球啦，你見到就係我哋入去打呢個國際賽嘅時候，其實個成績都越嚟越好啊！我見到咁啊，由以往啊，大家其實就一路都排唔上名，去到其實上年我哋都排到32。咁我會幾睇好其實香港呢方面發展，因為其實好多人其實呢幾年咧，由完全唔知道，咦，原來電競足球都係依家成為正式嘅運動項目嚟嘅喎，咁樣咁去到依家，其實越嚟多人參加。咁我估咧嚟緊嗰年幾年個水平除咗越 提高之外啦，亦都會越嚟越多一啲唔同嘅公司或者係其他對呢啲其實都會越嚟有興趣舉辦咯。嚟緊個成績會越嚟越好嘅，因為其實我哋自己響同足總啦，我哋同電競總會一齊喺後邊其實都俾緊越嚟越多嘅一啲支持，譬如包括一啲教練啊、一啲其他嘅訓練啊，以至我諗係佢哋嘅其他配套啊，我哋都希望越做越好嘅。咁我哋其實相信啦，要攞到好成績，唔單止係運動員本身嘅努力啦，我覺得都係 團隊同埋都希望有社會各界一齊支持。線下賽當日經過一個早上嘅8強淘汰賽之後，4位晉級嘅選手 ：Wanny 邱敏龍、阿朗翁成朗、Matthew 何朗峰同埋 Will 仔温俊軒，確認咗2023香港隊嘅資格。決賽更加係上屆嘅翻版，由 Wanny 大鬥阿朗啊！呢場波大鬥法都令到現場觀眾拍爛手掌添啊！ 今次Wanny就福壽成功擊敗阿朗，成為冠軍。佢賽後都話：今次有信心殺入電競足球世界盃嘅決賽周。上年其實我哋都係爭幾名去出線呢個丹麥嘅電競世界盃啦。咁希望今年就可以同新嘅隊友或者係一啲舊隊友再場，就可以彌補到呢個遺憾。就今年希望就打入去即係總決賽周咁樣咯。香港選手成個體系同一啲 可能歐美啊，或者係南美啊，或者亞洲其他國家比咧，就其實對比我哋嚟講，就本地比賽係確實係少咗啲啦。可能疫情影響啦，或者一個完善嘅聯賽制度都係少啲嘅。咁對於我嚟講咧，就練習啊，或者係投放喺比賽嘅時間，係會相對地比其他國家少。其實我哋香港絕對有實力可以喺國際嚟一較高下啦。我覺得我哋香港隊首要目標係打比賽先咯，係啦。 而兩位新加入香港電競足球代表隊嘅Matthew同埋Will仔都有講到，可以代表香港出戰世界盃，真係好開心噃！代表香港係好開心啦，因為始終香港好難得有呢個機會會即係有機會打 FIFA 呢個比賽啦。咁希望即係嚟緊都會有啲好成績啦，咁啊盡力去打啦咁樣。其實電競呢個運動係都同好多運動一樣嘅，佢好需要去一啲 時間去訓練啦，即係研究每一個角度啊，邊個位全部係最好啊。有啲外國都會做一啲體能訓練啦，即係希望培養翻個選手嘅 mentality 啊。可以做到講得係好開心嘅，咁因為打咗呢個遊戲都3-4年到啦，咁其實自己個目標都係希望出國啊，或者代表香港。香港電競水平其實FIFA 一定有嘅，官方資格賽其實都會同啲 日本啊、韓國啊、馬來西亞都會去 prepare 去打嘅，咁其實水平唔係話差太遠啫。咁其實就可能但係就其他國家即係馬來西亞、日本啊，其實已經可能有個 lead
資源會比較多少少咯。咁可能有時差別喺呢度位咯。不過講到坊間可以點樣支援電競運動員，似乎都係嗰句説話，唔夠資源啊。其實可以做很多嘢幫到香港呢個電競足球嘅。首先就可能舉辦多啲唔同嘅比賽啦，或者係令到我哋啲香港嘅好犀利嘅選手會多啲曝光率啦。再加上希望就多啲唔同，譬如旅發局啊，或者係香港足球總會啊，可以搞多啲唔同嘅選拔啊，或者係一個職業嘅電競聯賽，俾我哋有更加多嘅嘗試咯。可能要投放香港政府投放多啲資源咯，譬如我哋練波啊、比賽啊，可能會俾少少津貼啊嚟我哋幫我哋練波，咁我哋可以，因為我哋自己本身都有份正職嘅，咁我哋可能要收工之後嚟到，咁其實都好攰，想會有啲居馬費，咁就補貼翻，咁可能我哋會再認真做一件事咁樣。未來我希望就即係多啲唔同平台可以搞一下啲 FIFA 比賽啊，或者多啲機構會去support 翻我哋打電競嘅人咯。我覺得如果香港電競而家嚟講，即係大家都要擺嗰啲資源啦，同埋都始終都要多啲人去關注呢件事啦。因為如果冇大家關注，其實一項運動係好難繼續發展落去咯。希望大家可以再俾多啲支持同埋鼓勵佢哋，等佢哋可以無後顧之憂，為港爭光。我哋跟進完本地體壇消息之後咧，仲有重頭戲運動員嘅日與夜噃。係啊，你啱啱都漏咗冇講啊！明明我哋啲專訪先係最殺食噶嘛。咁你哋又知唔知咧？愛體育邊類型專訪係最多人睇啊？嗱，呢樣我知啊，一定係籃球啊，因為鹹鹹地咧都幾千個 views 㗎。係啊，之前做過李奇啦、阿格啦、鄧勤等等，真係輕鬆過千啊！咁我一次過做兩個運動員，咁咪可以輕鬆過萬？對上一次贏都有啲耐之前嘅，要 throwback 翻去一齊攞冠軍就已經係小學嘅時候啦。細佬有冇印象㗎？冇印象，我得小四嘅，我應該係小三開始打波啦，咁大概係一年時間，咁就好慶幸可以著得起。有冇覺得你家姐阻住你？
而家冇啊！而家點會阻住到啊？要翻工啊，做即係用好多時間喺工作度，夜晚又要好辛苦練波。咁其實基本上唔好話阻住啦，佢連時間見我都冇乜時間。一個出嚟做嘢，一個就仲讀緊書。佢哋都話越大越少機會見面。雖然係咁，但係喺某啲情況之下，都會令佢哋諗起對方嘅。即係始終其實即係我哋嘅打法或者係想法，尤其是佢而家去到咁高水平啦，咁佢一定有意見俾我。咁有時我塞咗喺度嘅時候，我就會好主動問佢：喂，呢個應該點拆？嗰個應該點拆？咁啱我哋係打同一個位置，咁所以其實佢俾到嘅意見我咧，我都覺得係即係會有啲唔同嘅想法咯。我諗我揾佢未必係傾籃球嘅嘢，即係可能讀書啊、做嘢啊，咁係咯。咁佢就揾我籃球上面嘅多啲嘅。咁我揾佢通常都係一齊食飯啊，比較閒聊啲嘅。要兩子弟一齊玩一項運動已經唔容易，一齊有成就就更加難。雖然曾經想像過有呢一刻出現，但係就冇諗過會成真噃。佢都好早開始去接觸聯賽啦，即係其實佢好早開始打藍青啊，或者係安青啊呢啲球隊，即係都會貨思到其實，我哋遲早都會喺甲組度相遇㗎啦咁樣。咁但係你話會唔會一齊攞冠軍係真係冇諗過嘅，因為始終我自己嘅甲組都未攞過冠軍啦，即係呢一個都係我第一個冠軍啦，即係我都覺得我自己好難 achieve 嘅時候，即係都更何況我哋係一齊去做呢樣嘢。可能喺佢嘅角度會好容易啲啦，因為其實南華都攞咗好多年冠軍啦，咁即係相反個壓力就會去咗喺我度咯，即係覺得我幾時攞到冠軍咧咁樣，咁最後今年都攞到咯。佢一開始已經係小學嘅 MVP 啦，再中學嘅 MVP 啦，再大學嘅係咁蟬聯冠軍啦。咁其實你話佢會唔會攞到甲組嘅冠軍，一定有機會，因為佢由細去到大都係攞住呢啲 honor。去係咯，咁可能反而我就小學又即係我又成日都攞唔到冠軍啊，又做唔到 MVP 啊，咁其實反而我嘅機會係細啲咯。如果你話細個嚟講，對張賢龍嚟講，超越家姐從來都唔係佢嘅目標，而對張華善嚟講，可以被超越就係一種安慰。我會講細個我係張華善個細佬，大個我係。佢係張賢龍家姐，呢個超級真，呢個係好多人都會，即係我哋會好體驗到咯，係啊，真係。即係會唔會有啲黑線嚟㗎？成日都冇㗎。唔會啊，因為其實我細個嘅時候，即係我都好 push 佢打波嘅，其實即係可能無論邊場比賽啊，即係我都會好想去，真係好珍惜呢個機會去攞個冠軍。即係我有時會覺得。即係你既然都練咗咁多波啦，不如你再落力啲試下攞下冠軍翻嚟。咁但係你話之後我見到佢，我係會有種哇好安慰嘅感覺咯。越嚟越多人去識佢啦，越嚟越多人去欣賞佢嘅球技，所以我即係我完全唔介意做即係佢家姐，即係張賢龍家姐呢個 title 咁樣。兩子弟由細對到大，默契一定有翻咁上下。我就會問佢哋五條問題，睇下佢。
最後一場就知道你有改變啦。係，但都係一個壞習慣咯。所以贏波。係啊，所以贏。你射咩啊 ？Smart 係咯，可愛未必係，可愛都 OK， 即係可愛一半咯，但係。我覺得佢係中意啲即係 smart 啊，獨立啲嘅女仔，即係可能就會係即係獨立啲，可能有自己嘅發展或者自己嘅諗法多啲嘅女仔咯。係啊，係比自己優秀嘅人。嗯。即係唔同 category 都好，總之係咯，要比需要比佢優秀。係，或者係可能可以 take care 我多啲嘅人。每个成功的子女背后都有一对好支持他们的父母，张华倩和张延龙都强调了很多次，家人是他们最强的后盾，看到埲墙就知道了。我们每次朋友来或者亲戚来都一来就会即望一望这幅墙，回忆墙观望都看一看回忆墙，所以都很多回忆的。看回我初初叫你学其他东西他都不肯你学，學跳舞啊，學彈琴都唔肯，但係佢都要中意打波，咁都冇辦法，咪由得佢打波，都要支持佢嘅。佢都有曾經唔支持我嘅，其實即係尤其是見到我受傷嘅時候啦，係因為我自己都有受過兩次大嘅傷啊嘛，咁其實佢每次即係佢都真係見到嘅時候，都係心裏邊有啲 OS 就係點解受傷個唔係我咁樣，即係我都見到，即係其實佢哋都真係一路好想支持嘅。呢個好搞笑，我哋特登捉我哋老豆咧，去同我哋打波。佢仲著咗我件安青波衫。安青嘅波衫。我哋係有教佢一二跳咁樣去走啦，所以佢係成功㗎。係啊，佢所以我覺得我哋啲運動細胞其實都係有遺傳佢咯。即係基本上我哋一教佢已經識走啦，雖然命中率爭少少，但係其實都 OK。我哋唔識籃球啊，特別我太太都唔識籃球，問佢哋咯，嚇咁佢就講咩叫三分啊，咩叫犯規啊，咩叫走步啊咁樣，而家都唔好識嘅其實，只係贏波咪得咯，睇分數啫。咁我好希望佢入多啲分啊咁樣咯，但係佢就好似都係防守變咗咧，就係入唔到咩分咁就唔好開心。呢個世人對我哋誤解。係啊，呢個世人對我哋誤解。防守都好重要嘅。係。冇防守好難入到分。啊！媽咪正經。冇防守入唔到分。遺傳嘅遺傳。只要要防守交波，如果防守防得唔好，佢都冇分入㗎嗰啲人，佢都唔係叻㗎。為了跟他們有共同話題，張氏子弟的父母都很積極地了解籃球這一項運動，兩子弟都收到了，也都有些說話想跟他們說。我很多謝他們在家煮定飯回來吃，很 typical 是吧，因為其實很難得的這件事，因為我們很晚才回家，真的夜到說緊由中四五開始就已經十一二點才回家，或者之前可能都很晚才回家，但是他哋等到好辛苦，他哋都會照等我哋翻嚟，可能講兩句真係，咁佢哋就瞓啦咁樣。但係喺啲其他家庭可能真係做唔到咯。我最深刻嘅係即係可能我以前大學有場比賽啦，即係可能我一年嚟唔到睇佢係會即係特登 WhatsApp 同我講話 ，sorry 我今日即係嚟唔到啊，之前你要加油咁，即係我會覺得嚇，即係其實佢嚟嘅話已經唔係即係唔係一個老鳳佢嚟噶嘛，咁但係即係會覺得個嚇哇真係。好感動咯，即係我呢啲有冇喺後面同佢講嘅？但係即係我真心係覺得好感動啊！學界獎牌不知道有沒有引起大家的共鳴呢？其實學界比賽除了對同學仔來說有意義之外，對我也都一樣啊。不過對於主辦學界比賽的學體會，你們又知多少呢？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在1997年成立，取代了香港及新界學界體育協會以及學界體育理事會，除了統籌全香港九龍新界中小學學界比賽之外，亦都負責遴選學生參加境外賽。眨下眼，學體會成立25周年，回顧呢25年到底發生過什麼事？我哋嗰個工作咧係恆常嘅，因為要維持住咧，就係喺個學界裏邊咧
學生係長期喺運動方面咧有一啲嘅比賽可以去參加。咁所以你見到咧，我哋其實每一年嘅工作咧係有一個幾穩定嘅安排。不過咧，你話有呢25年嚟有冇咩特別嘅事發生啊？我諗最多發生嘅好可能就係過去嗰三年，好多嘢發生，亦都好多嘢冇發生，因為疫症啦。咁就有好多嘅比賽咧就進行唔到。有趣嘅地方，但係當我哋可以復賽嘅時候咧，啲學生嘅表現咧係令我哋有好多嘅驚喜，有新嘅紀錄添。咁亦都睇到學生咧係好珍惜。每個挑戰佢哋都係即係全力以赴。劉主席話：學體會提供一個機會俾學生發揮佢哋訓練成果，同埋建立彼此間嘅友誼。眾所周知，好多精英運動員都係由學界產生。不過將運動普及化，始終都係佢嘅目標。咁我都睇到，其實喺近年咧，喺體育界，喺學界，應該話喺學界裏邊咧，係對於體育都鼓勵嘅。喺體育界咧，佢哋對我哋咧有好多嘅支持嘅，即係我哋去做嘅時候，咁佢哋都協助噶嘛。因為我頭先咪講過，我哋學界體育聯會只能夠做到咁多，咁跟住再上去精英運動、精英訓練嗰啲點咧，係由單項嘅體育總會去幫我哋一齊做嘛。咁所以喺呢方面，我覺得相輔相成啦。喺我哋嘅青少年呢一段發展嘅同埋成長嘅階段咧，俾佢哋更闊更廣嘅操練咧，係令到佢哋將來咧有更多嘅選擇。嗱，呢個係我自己個人覺得，喺呢一段青少年發展成長呢一段時間裏邊咧，能夠咁樣雙向去做咧，係好理想嘅。咁當然啦，我哋都唔好排除，或者有其中有一啲同學，佢係覺得啊，喺呢段時間我只係想集中一樣嘅，咁嗰啲就佢哋自己個人嘅選擇，我哋都係一樣咁支持同埋鼓勵嘅。無論參與乜嘢運動項目都好，最緊要都係有得揀。咁學界項目又係點樣挑選出嚟？其實係源自以前喺教育局佢哋嘅時候，一啲嘅體育課程發展嗰方面去演變出嚟，而中學同小學有啲乜嘢嘅比賽項目。咁但係逐漸隨住嗰個時代改變啦，亦都我諗主要係喺中學嗰個部分，亦都多咗好多唔同嘅機會俾啲同學去涉獵一啲比較多嘅唔同項目。咁譬如多咗係嗰個歷程裏面多咗一啲射箭啦，多咗室內賽艇啊，多咗七人欖球啊等等。咁當中當然亦都會係睇到其實喺嗰個項目上面本身喺體育總會佢哋會去做一啲發展啦，同埋本身學校或者學生個參與度係多唔多？因為始終我哋做一個學界賽事，都要相應翻咁多學校嘅校數去參加，咁先至會即係會比較成熟。咁主要我諗都係睇普及度啦，同埋個參與度。隨住體育園落成提供穩定場地，主席同秘書長分別都話，未來佢哋喺比賽制度上有調節空間。例如是增加場次，甚至將各區的比賽合併，不再分港九和新界，希望這些轉變可以提升學界水平，為香港的運動界做出更多明日之星。投身社會之後，總會回想學生時期有什麼遺憾，因為疫情關係，學界賽事停辦三年，學界排球精英賽決賽當日的激烈戰況令我想起一套漫畫的名言，說到最光榮的時候，我就只有現在了。女子组的决赛由协恩中学和顺德联谊总会郑雨彤中学争夺总冠军。经过三年空窗期，大部分球员都是第一次打精英赛的。郑雨彤之前在港九区 D1 决赛已经赢过协恩的了，先以1局25比17领先。之后两局郑雨彤未能够限制协恩20号主攻手邓心源的强力扣杀，加上协恩队长郑卓令进攻频频得分。协恩连取两局之后反超前2比1，去到第四局初段，两队展开拉锯，三次互换领先，五次平手之下，郑雨彤就重新掌握战局，以25比16攀平局数。决胜局就打得好紧，协恩人家凭住邓心源连续3球重扣，一度追到落后1分。郑雨彤之后拉开3分差距，
日本教练兼港队队长萧昌雄就犯下低级错误啊！请求第三次暂停，两黄一红被罚分之下，郑裕彤以15-11再赢一局，以总局数3-2夺得学界精英赛女子组嘅冠军，追平赛马会体系中学女排5夺冠军嘅纪录。不过郑裕彤教练陈少基赛后就话，球员发挥未算理想嘅，未能够封锁对手嘅主力，但胜在能够及时修补。我於對於佢哋嘅失誤嚟講，其實係相對上一開始會採取包容，不過去到即係一啲關鍵位嘅時候，我哋就會嘗試話俾佢聽，陳 Sir 緊張，不如你哋都緊張啲，大家再收緊少少，咁會打得可能謹慎啲，力量會收咗，但係會謹慎啲。而喺最佳陣容方面，鄭裕彤更加包攬咗4個位置嘅最佳球員獎項，隊長黃敏門更加獲得最有價值球員啊！首先3年冇做比賽，咁第一次打啲咁大型嘅比賽啦，咁我哋全部球員其實都冇打過精英賽嘅，所以喺壓力上面一定係比之前 A grade 嘅比賽更加大啦。所以我覺得球員可以頂住呢啲壓力去贏到今次嘅比賽，係十分之值得得到其他人嘅掌聲。因為我哋嗰陣其實喺個場度 keep 住大家 call 就話，如果而家唔打就真係冇機會打咯，所以係激翻起大家個士氣，即係令到大家都放膽打。其實你打落網唔緊要，後面有一班隊友幫住你。鄭裕彤係想成全嘅，所以希望我下一年衛冕之後都仲可以帶住啲師妹打咯。去到男子組決賽就見到力求4-8嘅佛瑞南書院對住力求男女都制霸嘅順德聯誼總會鄭裕彤中學啊！首次闖入男子組決賽嘅鄭裕彤面對住男拔都未怯場噶，第一局都喺港隊成員林賀王帶領之下連得7分領先。不過男拔就勝在夠平均，擁有多個進攻點啊！調整過後中段追平，並掌握到鄭裕彤嘅打法，以25-19先拔頭籌。在第二、第三局啦，鄭裕彤始終都未能夠突破南拔呢面高牆啊！南拔直落3局贏波，第6度奪得精英賽冠軍。在整項賽事一局不失之下奪冠，更加包攬4個位置嘅最佳球員獎項。隊長李俊軒更加以大熱姿態獲得最有價值球員。呢一場其實唔係比想象中容易嘅。呢一場精英賽基本上係誇張啲講，可以係由中一等到而家啦，一齊咁樣努力奮鬥一個禮拜，連4-5入波都唔覺得悶嘅，係覺得想繼續向上去更加高嘅目標嚟進發嘅。我下個目標首先我會想入到一間心儀嘅大學啦，咁可以挑戰打專賽啦，同埋嚟緊更加高水平嘅比賽。冇咗3年學界，尤其是係中學啲黃金時期係，即係突然之間冇咗係好唔容易。而人稱耶穌嘅南拔教練關榮新都備受隊員尊重，耶穌就寄予球員無論場內場外做到最好，自然就會有好成績嘅。打呢場比賽之前，我哋耶穌就話輕鬆冇輕率，我都覺得呢個係啱嘅。呢個係我同佢哋咁講嘅嚇，打波最緊要就係輕鬆，但唔可以輕率嚇，謹慎唔可以緊張。咁所以好多時咧，我都會用呢個咁嘅格言同佢哋講，希望我哋每一樣嘢都做得好啲。ABL 东南亚职业篮球联赛，香港东方在新一季的比赛中是第二场的赛事，对手就是穿起白衫的澳门黑熊。东方就用两个队长先发阵容，见到陈少荣交一个波给到就是播员的麦洛年。今场波麦洛年的表现是相当出色的，一个是 double double 的数字。至於澳門黑熊方面，當然都幾依靠他們三位外援，當中包括有0號的艾邦。其實這場球澳門黑熊原本就有舒帕特，但是因為他受傷，臨時臨急就找了11號的咸美頓，就是第一次加盟。第一次雙方咬分很緊的12-13，但跟住東方憑著少榮一個 N1 一個三分，做一個兩分波，打一段就8-0的攻勢，就是這段令到香港東方領先到有7分。開波初段就其實兩隊的分數都接近㗎，好啦，麥洛連呢個波想話爆落去，艾邦展現出佢嗰種運球的能力，再分到比就是佢哋本土啊好準的射手，就有4號嘅梁建寧啊。打完第一節就東方領先是26-22，呢個時候我哋睇到第二節的賽事，呢個波見到就係麥洛連在籃底啊單手保中。香港東方就除了三外援之外，今天表現突出的還有這個就是24的徐遠征，一個薩攬分波給回外面就高佬，但射三分很出色的，就是托查摩利路斯。看回這個波先，
梁健宁系偷到波噶，不过呢段时间因为咧就系我哋香港东方嘅后卫啊陈少荣咧就有啲跣到，咁呢个波咧疑似咧就飞铲落去梁健宁度，咁其实系冇心噶吓。哇！但講到射三分波咧，陣真係冇估到啊！韋迪上一場一球都冇射過，但今日嘅三分波好準喎。係啦，咁啊呢邊咧就有阿巴石啊。咁啊巴石咧36歲啦，咁所以喺比賽嘅節奏要控制住。咁啊俾一個咧殺攬分波，俾翻咧就88號嘅基拔嘅。咁啊基拔咧都要去到剛才咧就係上半場尾段咧入到個三分波先開齋嘅啫。半場打完啦，咁東方領先47-40，我哋睇到下半場嘅比賽啦。咁啊咸美頓交過嚟。澳門黑紅始終都有梁健寧的三分波啊！咁第三節開波初段咧，俾澳門打了一段咧，就係9-2嘅攻勢。咁然之後咧，憑住徐婉晶咧就一個兩分啦，咁兩個罰球啦，分數又再次香港東方領先。咁而家54-10，哇！又嚟個三分遠射啊！咁韋迪啊，咁呢個外援咧，今日咧喺三分線上面咧非常犀利。好啦，咁呢邊你見到就係巴石，巴石咧雖然唔入啊，但仲有咧就係麥樂年咧喺籃底保中。香港東方今日嘅比賽嘅方式咧，都以個人技術為主，例如巴石呢一個咧就自己嘅跳投啦，或者係二人嘅籃球。由於咪分數方面咧咬得比較緊啊，咁所以今日咧就東方就未能夠啦，可以派一啲比較多嘅本土球員落場啊。咁啊，第四節咧就見到東方打一個12-0嘅攻勢啊，咁啊令到佢重新係取得領先嘅優勢，一個三線快攻想話做個拆你屋，咁但係麥樂年話唔好啦，我都係攞落嚟咧先至爆攬上去。第三節咧，其實東方咧係俾對方咧係追翻轉頭嘅，好在第四節咧喺巴石嘅三分波嘅帶領之下咧，慢慢將個分數咧控制住嘅。呢個波咧就借麥樂年嘅單檔啦，再嚟到個三分波。咁啊，今日香港東方表現最出色都係呢個36歲嘅控衛巴石，咁攞到24分、6個籃板同5個助攻。咁啊，最終東方咧就係贏澳門黑熊啊，81-75，開季2連勝。球隊表現，我覺得第二場會比較爭少少，因為有好多easy basket 啦，俾人又快攻上面，可能我哋自己又多咗 turnover 啦。咁同埋喺一啲可能進攻配合上面都仲有少少甩漏。打咗兩場之後，我覺得喺球隊最需要改善嘅地方，可能喺防守上面，因為我哋會有一啲要換人，即係喺人哋做一啲擋嘅時候，我哋可能要換人，定係繼續自己追嗰度，仲有少少誤會，令到人哋會即係可能有走攬嘅機會，或者一啲 wide open 射波嘅機會。咁我哋要再喺呢一方面再做好啲啦。CBA 第22輪嘅大戰啊，北京打比有白色衫嘅北控對住粉藍色衫嘅北京隊。咁啊，兩隊其實喺今季之前咧對碰過一次噶啦，喺第12輪，當時北京92-70大炒北控，但係今日北控咧有備而戰啦，當然想報翻一戰之仇啊！咁啊，開賽初段咧，北京隊打出個6-0嘅攻勢，但係隨住啊北控隊嘅外援啊高頓咧，哇犀利咯！喺第一節佢已經攞咗10分啦。咁啊，10分裏面8分都係佢自己攞噶。咁啊，跟住中段咧，北京隊咧就有第二梯隊出嚟啊，由隊長翟宇川嚟個冷戰嘅三分波啊。咁啊，喺第一節啦，雙方嘅分數咧都幾低迷嘅。打完第一節，北控領先14-13，進入去第二節啦。咁啊，雙方其實都不斷換人，尤其是北控隊呢邊有個大隻佬啊，周宇晨射個中距離呢球波想俾翻佢，俾唔到，真犯波。呢位曾經效力過NBA 嘅資歷，咁啊鹽點隊嘅球員啊，呢球波利用個籃啊保護住自己。好啦，第二個外援出嚟啦，利夫打完之後咧，吉遜呢球波兜個大花園啦，哦俾佢上到籃喎。係啊，冇錯啊，咁啊呢邊就阿哈斯同阿黃少傑就大家喺個空中度互相交波，最後黃少傑就補籃成功啦。咁啊，第二節啦，北控隊仲有2分領先優勢，領先36-34。嚟到第三節，其實兩隊波咧呈咗一個膠着狀態啊。如長洞高頓啦，繼續有上佳嘅表現嘅。嚟到埋籃底，哦，連小友上場啊，6尺9寸嘅大前鋒孫同林都攞攬翻2分。係啊，冇錯啊。咁啊，呢段時間咧，利夫咧就改變咗自己嘅打法啦，唔喺個三分線上面嗰度出手啦。推埋去呢個禁區裏面嚟個2分波啊！因為利夫咧上半場不停射3分，但係射極都唔入啊！好啦，咁啊後備上陣啦，前八一球員啊，雷蒙嚟到第三節嘅尾段咧，呢個三分波關鍵喎！一路落後嘅北京隊終於反超前，不過
佢哋搞唔掂就係周雨辰呢下波唔打背籃攻，攻入籃底，竟然喺出面嚟個飛 away 喎。係啊，所以打到第三節咧，就北京隊59-57領先兩分嘅啫。咁啊，呢球波哇，北控隊我覺得體力嘅不計啊！呢段時間竟然俾阿方石走籃炒咗，哇！利夫仲可以輕輕鬆鬆補籃啊！好啦，張凡喺度做到嘢啦。咁啊，呢段時間咧又一次啊反超前翻，叫領先。其實今場波北控都係領先時間係好多時間。咁啊，高頓咧，因為好多時咧，北京隊咧咁一個貼身式嘅防守，好難得有機會俾佢攞到呢個空位，所以好好咁把握呢個三分波啊！去到頭先呢段時間，高頓已經攞27分6個助攻，不過守唔住方石啊！呢球波，哦，3+1啦，嚟嘅 and one 啊！曾凡博經驗唔好啊，高頓都起曬手啦，你仲要埋去打佢？繼續好緊湊，北京都落後緊啊！范子銘休息咗一段時間之後咧，搞唔掂啦。簡立斌話：你要上翻場啊！喺呢段時間再剩一分，再加埋吉信做咗兩個好關鍵嘅助攻，先俾曾凡博喺左邊嚟個三分波，跟住呢球波再俾雷蒙奠定勝局啦。最後吉信呢場波身數攞10多分，但係做好兩個關鍵嘅助攻，最後協助北京以82-75擊敗北控啊！一季之內兩度贏對手。緊守第咧就羅域智啦，對屈福特嘅賽事啊，兩支咧就上屆都係響英超聯賽比賽緊嘅球隊，今屆港來咧就英冠比賽。咁啊，先見到就哈巴直近起波三咧就作下球咧屈福特嘅攻勢先啦。呢邊搓一搓，楊洛集喺位置，基蘭戴維斯，哎呀，可惜啊！集位起腳之後過到門將根恩先啊！咁兩隊波近況都麻麻地啦，威福特又兩連敗嘅啦，羅域治更加三場不勝。咁啊，早前亦都炒咗呢個領隊咧，就天使密夫嘅啦。今次角球攻勢點搞法先啊？得翻大位，沙拿唔去住，又回翻轉頭俾翻隊友，扯咗長波埋先。喂呀，格蘭漢尼以為搞掂你嘅啦，咁但係我先係炸烏一鋪啊！呢球波就咪越位在先，咪空盤有一場先啦。上半場0-0啦，比賽到下半場賽事嘅咯，叫屈福特有個快速反擊嘅機會，嚟自咧就高大佬啊基蘭戴維斯，送翻橫先啦，左手邊亦都有隻摩利士喺度嘅 ，K 角位嚟個場邊 set 都唔得，喂呀，包一射唔得，補多下基蘭戴維斯都係搞你唔掂啊！連環餐射，連環高門，硬係都仲係爭啲爭啲喎呢場波。屈福特嘅把能力都系争少少，好啦，落位置系如何先啊？沙真治啊，呢要赞赞屈福特嘅门将巴克文出嚟时间都好快啦，俾咗好大啦呢边沙真治，如果受下之后都射高咗，再送个长传先，普基啦，呢个前小零四嘅球员单对单回翻转头，呢边拉翻上左脚嚼咧嚟自沙拿嘅起脚，呢位巴西中场球员啦，加比尔沙拿，呢场波都相当活跃噶吓。死球又見到佢，另外遠射又見到佢一隻，但係都係望大射門鞋啊！好啦，然之後哇呢下塔 Q 啊，真係麥哥林出事啦！再一個直線送到上嚟先，沙又成功避過咗一隻麥哥林嘅出腳，再送翻橫之下呢邊搞掂你先啊！巴約嘅入球啊，86分鐘後備身份登場巴約啦，見下奇功啊，1-0。首先就麥哥林嘅塔 Q 在先啦，然之後佢呢下落鏟又係慢咗，叫佢就俾沙避開咗先嘅。最終入波咧就係巴約，咁及後咗就羅域治一下罰球方面嘅中微喎，嚟自加比爾沙拿喎。咁啊，注定沙拿呢場波成為地獄黑仔王啦。結果羅域治4場不勝啦，主場0-1不敵咧，就係作客球隊屈福特。終於都捱完個2022年啦，新一年咧我都冇乜特別願望啊，都係希望可以身體健康咋。你哋咧？好簡單，就係、是、加人工、加人工同埋阿仙奴贏冠軍。誒，一姐唔使問啦，佢應該想生 B B 嘅。嚇，你又唔係我肚入面條蟲。我新一年咧好多願望嘅，身體健康啦，青春常駐啦。不過最緊要咧都係愛體育多啲資源啦。咁我哋先至可以拍多啲好嘢俾觀眾睇噶嘛。嗯，拍多啲好嘢俾觀眾睇就梗係重要啦。但係話曬嚟都係體育節目啊。新一年係咪有一個願望應該係關於香港運動員呢？係啊，今年咧就係亞運年啦，希望所有香港運動員全年都有好成績。最重要當然就係唔好受傷，保持身體健康啦。嗯，咁愛體育咧都祝大家係身體健康啦，我哋下星期再見啦，拜拜。